沿着草地上的楼梯往地下走，眼前出现的竟然是防空洞，洞内格局方方正正，就像是一间小房间。随手敲一下墙壁，还发出咚咚声响。建筑架构看似非常坚固，天花板上还装有电灯。这里是花莲一间咖啡厅，店铺庭院中竟然有一个防空洞，让游客大开眼界。第一次看到，不真心。咖啡厅店长说，其实这个防空洞历史悠久，在我们租任这间咖啡厅的时候就有这个防空洞了。对，那应该是就是日据时期留下来的防空洞。同样是防空洞，在台中这间餐厅店里的装潢就像是防空洞，圆弧形的天花板配上红砖墙壁和地板，在里头用餐真的会有在防空洞吃饭的感觉。最近两岸情势紧张，有民众担心战争发生，竟然想要在家中自己建一个防空洞。修缮业者接到民众询问也很讶异，以合法的不含土地营造的费用，食品来讲的话，可能至少要准备200万。要建造防空洞，得先请专家绘制设计图送建管科审查。由于要做在地下，深度至少要开挖3公尺，还要做支撑防水作业，并安装水电以及排风设备。平均下来，一坪造价约20到25万元。大陆围台军演确实让部分民众很担心，但是竟然有人怕到想自己建一个防空洞，真的很特别。记者刘锦娇、王一德花莲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